是兔子阿比，欢迎来到这周的动物园之声。到了我们的动物园值日生时间，那这周的主题呢叫做才艺表演周。那其实我觉得我本身不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才艺的人，所以其实这主题让我困扰了有点久。因为兔子我的本身比较厉害的两种才艺，第一种就是炸厨房，但是炸厨房基于各种安全考量因素还有公共安全危险的情况着想，这个实在是不太适合拍摄啦。那我另外一种才艺就是睡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会睡觉的人，我可以每一天都睡超过12小时，如果没有工作没有事情的话。但我觉得睡觉这种才艺好像也不是什么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啊，而且拍摄你们就看我躺在那边14个小时吗？于是乎呢，我想到了兔子我其实有另外一项，我也不太知道这到底算不算才艺耶，就是呢在好多好多好多年前的无尽日常系列，当时为了帮麦块的村民们配音，无意中开发了我的一种潜能，叫做学蜡笔小新的声音。那其实关于这周的主题，本来我有在 YT， 我有在 YouTube 社群发一个问题，问大家说，如果以下三种选项，你们比较想要看哪一种内容？那分别第一种就是可爱的仓鼠影片。我本来想说，如果大家想要看仓鼠影片的话，那我没有才艺没有关系，我可以让我的小仓鼠来表演啊。但很显然的，大家没有那么想看。那第二个选项是废片，废片是什么内容呢？我就先不说了，因为真的很废。第三个选项就是还蛮没有形象的一个模仿影片。那既然有高达61%的人想要看我模仿，天哪，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表情啊肢体动作没有到这么灵活或者是这么多元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大的挑战。那没有错，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模仿蜡笔小新。先姑且不论我现在到底长得像或者是不像，或者是相似度到底有几趴，我只能说我现在真的是丑到一个不行耶，而且我现在张开眼睛超好笑的。好啦，不管啦，那我很尽力的呈现蜡笔小新的部分了。妈妈，小贝，嗯哼，是漂亮的姐姐。哇，你就是传说中的星子，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就吐葡萄皮啊！妈妈亲妈妈，妈妈妈妈妈，捏捏亲娘娘，捏捏捏你。今天气象局针对中部以北6县市发布低温特报。脸书粉专报天气，中央气象局今日下午也制图讲解近几天各地气温变化。提醒民众，周日冷气团报道，加上辐射冷却的影响，下周一至周二，中部以北的局部地区清晨及夜晚将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呢，需注意自身保暖。好的，以上就是这周的动物园值日生。哎呀，人家也没有那么好了。如果想要看看其他值日生们，他们有什么令人惊艳的才艺表演，也可以到他们的频道去观看。那如果大家针对这个系列有想要建议我们拍摄什么主题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咯，拜拜。